老板，这屋里忙着一古董，跟人家个古董卖领的。哎，阿姨你好啊，看见嘞？啊，哦，看一下古董啊。啊，不看一下，大一个啥子，是不是烧的好久这个几十代人的？啊，烧几十代人的。啊，花着文球的，现在老跟个些路了个。哦，这一代钱一代五的卖过，数的一千元放哪去的了？这里面还有的。哎，有哪棍呢？哦，这是玉啊。哎，有，小心一点，那几千万块钱有的，那就放了。差一点点啊，这仔细就是要注意的。哎哎哎。哦，看一下这个是。我先是拿到我的宅那里，或者盖上那井呐，把头给他们拿那个头了，压到那个。哦，嗯，放在你宅那里。呀，现在那么热乎的，我妈妈在那进去了，不是热乎的，拿他过来了。哦，在家里到店里面找过我以前。哎，先找过了。是我经常到外面去收货去了，有人在外面去了，不么热乎的了。这是高跟杯的啊。嗯，这跟球的，这不一个是吧？也偏个鞋的嘛，球的这个，这个又的个。这是明代的啊，这是明代的明清花啊。嗯。这五彩的，这是粉彩五彩啊，这大明的应该是，对，这上面，来，大明宣德年制，这是，这下面有字，大明宣德年制。我来摘起来，我因为我拿了起来，我拿了起来，我拿它卖都卖不个钱，好的。是的，他们，哎，个后生哥们，他问我嘛，就拿到起来说着。这像这里面有，多子多福啊，就是这个，狮子就是多子多福，这手绘的啊，这是明代的，明代的大高跟杯一对。那个老猴子觉得在那这里给这猴子都没过的，觉得。哦。这个鱼藻啊，鱼藻，这一个就是，全部都是发财的啊，这个就是鱼藻的，这也是，大明宣德年制啊，这是一对。现在好出这个五的染绣的，刚给他蒙的。就是、这不亚皮亚金玉的了哦。这瓷质好，你看白白的啊，像玉一样。鲜鲜明明的，鲜鲜明明，现在好多个富个西瓜就得呀。西了，难怪了，这个玉质好啊，它白白嫩嫩的，西瓜都没过好看嘛。手感特别好啊，这是缠枝莲，这是下面这个高跟杯，下面这是缠枝莲，这是鱼藻瓶，鱼藻高跟杯，里面也是鱼。那花器器它烧的也好的哦。是呢，这个是值钱的啊。这像这种瓷器烧的好的话更加值钱。这个做现在有研究价值，它有历史意义。这看一下这块玉啊，这块玉不怎么样啊，这是块老玉，但是这应该是红砂玉的一种。这是龟。像个乌龟那个来的。对，寿龟啊，这个是长，代表长命百岁啊，长寿的意思。这上面龟子干过的，好歹嘛就上帝卖的那个的呀。这是长寿啊，它玉都是有寓意的啊，以前做东西，你看很黑啊，黑石，五公分，这个就有17公分啊宽，然后它的高的话也是18公分，它是高跟杯的。一样的啊，高度和低度。你这个阿姨，特意送过来，上次也没找到我，要什么价位才卖喽？价位了，你跟他过了呗，贵个，这个片个些呀，有人都没看过，都给我卖了些的。你说吧，要多少钱？都是些两个个的8000块钱嘛啦。两个要8000块钱，那这样子喽，这一对我给您出，5000块钱，这个给您出1000块钱，6000块钱的。6000块钱。我也不讲多了啊。6000块钱加7000块钱去了。加不了了，这个加不了这个是因为现在行情不。那这不老早做手的做事的了，你这的一点了。现在行情不怎么好，像这个玉啊，很多每天都，只有我开了门就有老人家送过来，就像这种老玉，以前那些，老人家家里面基本上都有。你那边跟这个有规矩的。对，我也不可能亏本去买这个1000啊，这个5000，1000，6000块钱啊。好了。像这个。高跟杯一般都是成色成对的，就高价格给您出的高了。要这是一个拿过来的话，就是1800块钱的东西。你要找的是好的道。一对的话，好看一些喽。一对啊，好吧，那一起。这不也就前面嘛？你这你前面的少的多那就好了。是的，反正也，那我就给您6000啊。好，还有点。感谢了啊。谢谢。你好，谢啊。